昨天去到我牙医家里面，然后他家里有两只很可爱的小狗，今天就来画其中的一只。然后还是先上底色，浅浅的，就是因为它狗的毛发是白色的，所以浅的底色就是淡淡的灰绿色。然后是鼻子和眼睛的棕色的轮廓线，还有里面。然后其实是它本身的 pattern 是一种偏橘一点的黄色，看起来很好看。然后这种狗叫做查理士小猎犬，英语全名我就不念了，特别的长。然后长得是特别特别的好看，可爱，这也很粘人。然后再在眼睛里面加点黑色的层次。鼻孔。就是把毛发上面再多画一些层次，不是说只有一层橘色就可以了，还有它头发一缕一缕深色的地方，然后更深一层。然后把它白色的毛发的外轮廓稍微用深一点的颜色点一点，因为人家是一个女孩子，所以呢，我给她画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吧。最后再把眼睛修了一修。好啦，然后今天这个小狗就完成了，它名字叫 Rocky。希望大家关注他的 ins。